水变小很多。这跟之前来的生态差很大了。生态变很大了。待会再来接。超级小母鸡。珍贵。就是这种超级小石兵，超级小，太小了。
之前不能卸了，现在可以卸了，自然的找了一个屏障。嗯，是嗯，二人放圆笼，这边的鱼这样少的可怜，环境是很不错。